杨千嬅从头到衣服都是紫色，翻摄自杨千嬅 IG 娱乐频道综合报道。香港女星杨千嬅出道超过20年，她除了是名歌手，更跨足了戏剧和主持等等领域闯荡多年，累积广大的粉丝支持。近期即将开演唱会的她，也时常在社群上分享自己的穿搭，其中最抢眼的个人特色就是她爱紫橙吃，玩出强烈风格。杨千嬅连太阳眼镜也是紫色，简直对紫色狂热。翻摄自杨千嬅 IG， 时尚女星杨千嬅常在社群上 PO 出个人穿搭，独特的风格也吸引许多粉丝关注。其中让杨千嬅最情有独钟的就是紫色。一日她在 IG 上传一张连太阳眼镜都是紫色的照片，十分吸睛。再从其他照片可以发现，不管头发、妆容或是配件，杨千嬅都离不开紫色，狂热中也不失时尚气息，宛如紫色最佳的代言人，让网友们看后纷纷送上好评。没见过染紫色比你更美的人，专属你的紫色。杨千嬅在 IG 晒出紫色包包，翻摄自杨千嬅 IG